牌，这我媳妇给我买的。媳妇儿，我媳来一块呀，给你来个正牌，来。嗯。鬼没到，牙先到。嗯，开心不？嗯，还有，嗯，来。嗯，两牙一共，咱们这牙行不行？为吃人长的。麻辣口的。嗯。嗯，来吧，拿下，啥辣呀？辣呀！咬小米辣嘞！里边麻椒，我那小圆的麻椒。非得真吃，那豪横的。下段子想看明哥吃啥，评论区打出来。牛的大骨头，能吃骨髓还能吃肉的啊！开肉。你就知道吃肉，你给大伙带大米烟。你带啥大米？把这预约左边预约点一下就行。30号中午10点，我就给大伙带的盘锦大米来。想吃大米预约吧啊！开肉，媳妇来口吧。不要，不想吃。嗯。再有，还能吃骨髓呢，哈，嗯，啥骨头？牛的。哎呦我操！跟骨头似的，哈，看长，哈，猫猫的。哎呦我操！比我腿都粗。狠不狠？嗯。哎呦我。哎呦我烂糊了，哎，跑套了都，哎，哎呦我，一会儿还能吃骨髓，两头你看大骨髓，真香啊！嗯，看、啊、我问你，辣椒，看看牛骨髓，你吃吧。你先吃第一口，嗯，给老上口味。嗯，我来点，来，热啊！嗯，好，鸡蛋糕了。两根大骨头，给我锯的，狂吃，别像鸡蛋糕哈。嗯，不跟你吃不行，这帮老铁们家伙肯定黑我。嗯，可像你了。哎呦妈！嗯。这家我跟你说，你够七八个人喝酒了，忘了你都。哎呀，我看，看，牛骨髓，饿。赵姐，啊，赵姐，满罐，里边都满的。会吗？会。不敢认的。哇，了不得了。